大家好，我是六年四班的胡凯杰。这次画图的主题是在湛蓝的海水底下，热闹得不得了，各种海洋生物围绕着珊瑚和海草，快乐的悠游其中，连热爱潜水的游客也忍不住前来一探究竟。我在这幅画运用了许多渐层效果，在同一个物体上运用了三四种不同浓淡的颜色来呈现物体的明暗，在最后还利用较细的笔点上白色记号，让画面看起来更活泼。在炎热的夏日里，看到这幅美丽的海洋世界，让人顿时暑气全消。谢谢大家。